大家录一下这个逃生。可以看一下六身满的。这个其实二就能跑。画面开的是中，就是默认的。电池。夜视功能。这个里面我记得好像是有东西的吧？好吧，没有东西，那咱们就先进去吧。哈哈，也看不见啊。我忘了是从哪边上去了，这个我也只是玩了个头啊，还是挺吓人的。其实我好像就打到那个胖子那块儿，后面就没打了。好像还是不是这样？好像还是那面吧？啊，不是，还真的是这面。这个门应该是开不开了，哎，无所谓了，其实，这个男主真的是这个体力好弱呀。我去，什么声啊？
这个氛围做的还是蛮不错的。我记得还有一块电池啊，这地方没有电池吧？不碍事，好吧，没电池也没关系。我去，哎呦，我虽然会知道他有这个警察，我想到，但是他还是好吓人的，哎，真的好吓人。还有他其实是会说话的那个 B。哎，真的，心脏不好的人不要玩这个游戏，我操，会被吓死的，真的。我去！啊，可爱的胖子，我靠！号令，使命召唤。哎，就这个高度你都不行啊，他真的是太伪了。我现在需要电池，电池。好难受啊！你们连办公室连一个电池都没有吗？我靠！文档倒是有一堆啊。
咦，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儿了。